先前也是先发，有担任过转中继等等的，也都去做角色上的转变。哇，这个球带起来还蛮远的哦，出去了，过全垒打墙，曾子佑。哇，那这样子是开轰的话是首轰啊。嗯，今天呢，这个对于抬杠的选手来说都有收获。这个球除了确实咬中以外，但今天左外也是有一点点顺风哦。嗯，在打击的手感延续的情况下，今天呢也敲出了进入到中职一军的第一支全垒打首轰出现。那个球刚好越过全垒打墙，在我以桃园球场的话，那是工作人员才能进入的区域啊，应该可以很比较容易帮他把这个首轰球给拿回来。首轰林家宏的手安手打点手到垒。再看一次哦，这扫出去，洪总看这里，洪总看这里。OK。会长，会长看这里，谢谢。还有这个林奕泉。